眼看他要受伤了。你好，徐美啊你。徐美，哦，小徐美啊。好，来，家人往边拍照了。当帅气小时候，鞋都破了，三分钟的一个，怎么办？这很尴尬。没想到最冷的地方竟然是我的大拇指。给他换一双吧，我可是大小姐呢。我可是大小姐。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这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全都灰。我好像在废墟堆里出来的人一样，小泥人儿。我现在应该还挺好看的吧？轮廓感更强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仔细一点来。扎得很均匀，你现在像地图，哼，明天还得扎一次。啊！天哪，今天这可是难忘的最后一天呀！咱们再来一次是吧？当然不来了。啊？你还想来吗？啊，那就不要了，那就不要了，拜拜。下班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